国歌奏吧，但此时我们还是最想说的。好，各位网友，欢迎收看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2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 A 组第十轮，中国队迎战叙利亚的比赛。好球，吴磊很聪明啊，右边空了，啊，给希哲。好球来了，张希哲。这会儿可能是，看这阵型应该是四三三。从右前卫到了球，对的，好球，好球。艾克森，艾克森，这个球打到了横梁上，多好的机会啊！艾克森今天状态非常好啊。中国队今天开场之后气势确实，我们说队员们可能轻装上阵，反倒踢得更好。左边打身后，速度，看看吴兴涵的速度，绝对速度，这个球还有，最后差了一步。这会儿这个球不应该，是不应该蒋光太，蒋光太的一个失误，还好第一时间回来四防二。哎呦，这个球好，前面没有表示，他前方就这两个人，一个十一八十。打理，好球啊，球这个球真敢下脚啊！他不拉开宽度的话，对手的阵型是不移动的。好球，二点下来，吴磊选择了直接打门，好球，球有变线感觉，非常突然，但是对方的门将阿拉马反应也非常快。裁判主观认定，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条啊。有想法，这个球两个人连续跑了两次假跑，我们是可以退回来的。他的第一身位置，小心啊！好球，这个、球还有，这就是蒋光太，蒋光太这个球确实立了一功，发现了，所以这会儿有一定的变化，选择了一个后点，后点机会来了，好球，这个球啊质量非常高。我们说突然的变化之后啊，这个球应该说配合打成了。蒋光太和我们要通过慢镜看一下谁抢。对，铁哥的这个执教理念强调转换这一块。机会来，吴磊，对方的第一球，吴磊给到右边张稀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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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比赛四十分钟，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我们1-0领先着叙利亚。这种比赛，我们说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实比赛感觉这会儿节奏不是太快，刚聊完前场反响，前场小刚聊完，齐齐刚聊完前场反响，看这就是一个前场反响的一个结果。吴磊这个球给的也是非常舒服，加上希哲这下，其实他等了一下，调整的非常好，这球打的质量很高。我们看吴磊外脚背给的，吴磊完成了助攻。希哲这脚打的干净利索呀！抢下来球，一个直传，又一个直传，吴磊。进去之后的一个点球，小心啊！对方奥斯曼，刚才我们说我们在抢，小心这个球又是非常关键，还是这样。张琳芃上场比赛，张琳芃这两次铲球啊非常关键，这种球他要再出脚，对方这会儿也显得有点着急的中卫米达尼的一脚40米外的远射打得不着边际。蒋光太这球出球还是要干净点，两个人啊刚才稍稍有点误会。哎呦，这个球不应该呀、啊！这是干小心。这个球丢的有一些连续的，我们说自己的失误。先是，其实这个球完全没有威胁，蒋光太和金道两个人就有点让，然后张琳芃这个球最后也是让对方过得比较轻松了，这球让给了对方。这个是抢下球来第一时间，首先蒋光太就出球就出慢了，还是出现了一定的传球失误。别着急，让对方过了一脚打门角球、这个下半场就几个连续出现失误了，对，好像现在几个人吴磊停下来了，吴磊能吴磊点球对了，吴磊再次立功了，吴磊又为中国队，我们说关键时刻真的是方显英雄本色，吴磊这让我们想到了打菲律宾的比赛，非常关键，这个点球制造真的是非常关键，而且这个球我们说靠自己拼出来的，真是靠自己。这球早早的把球捅了出去，关岛的那个有点像，有点像关岛的第一个球有点像。吴磊启动助跑，吴磊帮助中国队再次领先了比分2-1，这样吴磊打进这个进球之后连续5场世预赛进球，也创造了国足的新的历史记录，以及个人连续国际 A 级赛的进球记录，这一个进球创造了国足的2个历史记录。吴磊这球应该说真的是这几个点球打的质量都非常好，
张思哲看能不能给出来，还有给给好球，机会单刀球，没有越位，吴磊，吴磊的速度没问题，看看吴磊三比，哎呀，吴磊这个球啊，机会非常好，应该说张玉宁给他传的也恰到好处，这个球啊传的劲儿稍微小了一点点，好球啊，希哲，张希哲，看看两个点。张玉宁，张玉宁这球可能越位了，张玉宁一直没给，右边还有好球，这球郝俊民，看看这个球，最后还有一个进球，张玉宁，张玉宁3-1锁定胜局，92分钟，我们再也不用像上次1-2时候担心了，这是张玉宁替补登场，锁定了胜局，3-1，尹洪波两个替补登场的骑兵啊，尹洪波替补登场送出了助攻，张玉宁一锤定音，加上之前郝俊民给尹洪波的那一脚传球啊，三个替补球员之间的一个配合。跑得聪明，这个给的也时机恰到好处。国产教练和外教，其实我说心里话，一会儿再聊。这时候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上半场1-0，下半场比赛被对方追平的情况下连扳两球，吴磊再次证明了自己球星的价值，打进了关键的点球，这样中国队3-1战胜了叙利亚，这样也是获得了小组的第二名，从而确保中国队现在已经我们说昂首挺进了12强。نشيد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سورية لن يستطيع أحد أن ي. I think it'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yrian team at the top of the group, and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for qualifying for the final qualifiers. The anthem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will not be silenced. Thank you to the player and the staff who chanted it.